全身都放松，眼睛也轻松的闭起来，把专注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面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声音都不管它。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，全身放轻松。安静哦，没有打鼾欠的声音哦。好，整个心都安静下来了，眼睛也不乱动了，什么东西、什么声音都不管它。管外面什么样的事情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都可以让我们的心静下来，安安静静的享受这个宁静的片刻。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的主人，心做连接。